第一步，先把这个橡胶圈给拔掉，保证这个是松的。松了之后，这个锥面还有一个东西，你跟他说，你弄一下，拿一下，试一下，跟他说一下，在哪个地方。待会儿用起子锥，螺丝刀锥，锥一个，这里有个，这里有个平面。等会儿啊，这个有个平面，你用这试一下，锥到这个平面上面，锥到这个平，锥到这个平面上面。好，好，开始，我们开始锥。从这里能看到缝隙的，这些门口看到缝隙的。来追吧，把它拿着。拿出来，装上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追到这个，追到这个平面上面。好，再把螺帽给旋住就好了。